你以为他们在干嘛？到底谁穿的鞋？你刚刚有拍这样子的照片吧？嗯。露露，你不要坐近。他们应该把那个露露拍那个的那个照片拍出来。你有没有拍露露在拍那个的照片？没有。快去拍啊！哎呀，露露再去拍一张。露露再去拍一张，为什么？哇，我是来露的。到时候多拍一张，然后筛选。我们去拍一张照片。啊，是。